收罗米，收罗米喽，收罗米。所以很喜欢去上山去活动去了，好吗？收罗米。叔叔，啊，你们有罗米完没啦？我们还没打过没。那你现在别家有没打？我不晓得辣椒，这一些辣椒油我不晓得，这不你们也可以看是吧？我不是猪儿的啊。哦，你是过来弄猪草？哦，我也是这样子的。有嘞。太谢谢了哈。哎。哎，我就跑狗吃了。年年，你们有糯米没啦？糯米我没得。妈呀，我怕它都。不怕的，干嘛？啊。它不熬。它不熬，身高人它也是那种的啵。哦。啊。这边有辣椒摘盐，有糯米没啦？我不晓得，我啊，这还有。你问问啥？哪个没有啊？看，谢谢了，叔叔哈。哎，又不走了。不走。走走走。我给娘娘的外两，真。妈妈，我剩下。这糯米都安下子了，这个米都几斤了。太熟了，这边炒的挺。你们有没了？你们有没了？这是几斤？三两，你是？啊，四两三两哈。哎。要不我两块钱嘛，娘娘。我还不是买去啊。他往这儿有两块钱，就刚刚好，要得不？就二人啦哈，亏你是就行，就明着说，我们说的明着哈。哦，晓得不？啊，你说那一道吃饭没不着啊？啊，我们就是长期收这个本地糯米，那一道吃饭没。不过下次不卖了，你们我们拿钱，你收钱卖，就不用拿去卖街，卖街上了。啊，你就不用拿到街上去卖了。啊，挣点没到了，今天这里哈。嗯，有的。要来回去了没啦？他们说糯米，你有没啦？哦，要得，我们等了。要得，他们等半个小时哈。哦，要得噻。那就麻烦你了，玲玲。没有没有。叔叔。哎。你吃清明喝啦？哦。你们有糯米卖没啦？有卖了，还要寻到。省省你给我拿点出来打，卖点给我嘛。啊，可以啊。嗯。啊。在哪来？我帮你弄。要得。哎。啊。那个上面有好多萝卜。这后面可能八百两嘛，我管你的，反正爸爸要吃。哎呀，人家中到头就是为了拿来切哈。那是不切。你话不让我切毛家伙。嗯。哎呦，门槛有点高了哈。啊。三哈。我这那是我客人想吃家伙吧，那他们绝对不切。哈哈。那你喜欢切四宝还是切他们了？在山东哈，嗯，也管，专业走出的，是了，管这半本儿，来，我填，来，两只手，看到这个太具体点了，具体了，嗯，这又咋了？哎，青梅辣嘛，稍微有望点都没得噻，七十一，七十二，七十三，七十三，你七十三，七十三你忙了，七十三。那就细细了，三三七二百五十五块五，我拿二百五十六给你说的，然后这里只有二百四十五，我再补十一块钱给你哈，我手机微信收给你哈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你们单个字听出来是不是？你们大包月大钱有哪么多？看到我今天的，看到我今天的他都喊起来了，我的话这里没带好多哈。这边还好，这背着还是手板了。是吗，玲玲？是不是？来了。你跟我说好多钱？我这边就是前三个。二十三。五斤五斤八两，五斤四两。大头。哎。哎，你们来了。啊。哟，一个整我一回啊，别吃吧。哟，整我也不要。哼，牛头。这都变麻了。饭煮熟了，你吃吃。来，大头。你要去干净嘛，去清掉。我去清理。我这里。哎，这就常会偷偷。哦，常会偷偷。我要不走。哎呦，你们爱吃我，管我怎么煮了哈。你这个偷家。我老早就出去等你们了。我还有我了，我有。哎，这我就出去了，你也挺瘦的哈。
那边市场价比这边要便宜几块钱，今天要划算五来三块钱。还是有个头。是吧？小伟去摘下，我们也有。不管要不干活去。不管要。